艾雪，您先停一下，这件很急，你帮忙修改一下，客人马上来取。好，我马上改出来，我改完之后给您拿过去。好。锦衣，哎，我改好了，你看看，这么快呀、啊？你手脚可真利索，歇会儿喝点水吧。哎，艾雪，你想妈妈吗？刚分开的时候特别想，后来确信妈妈不会回来了，慢慢的也就不想了。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常在梦里梦到妈妈。还是那么年轻，那么美。他抱着我，亲吻我的时候，他的头发很香，很香。你看见了吗？这个女人疯了、啊。是啊。哎呀，我不是挺好的？挺有意思的啊。大婶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那边有个疯子在唱戏呀、啊，大家都在看呢。哦是，我也没看。哎，你干嘛来？又到了安静啊！有板有眼。正常啊，这样啊，这样啊，真是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麻烦你们让一下。那就是干嘛？那你看看，唱。哎，唱。客人，你快别唱了，快，不要我回去，不要啊。没想到还能见到你。
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陈毅，怪不得之前我觉得你妹妹特别眼熟，原来她就是艾雪的亲生母亲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和可人以姐妹相称，就连你爹还有十几年的老邻居我都瞒着，为的就是保护可人，不让他再受任何的刺激，而最终的目的就是不想连累雪儿。什么好消息？是暗香料火速的吗？你马上带他过来。上剑西不好为好之不啊。总裁，就是这位。我沿江打听，发现了这位住在江边的老先生。他说他曾经和姚可人有过一段渊源。当年我的渔船随江而下，远远的就看见一个女子漂浮在水面上，奄奄一息，是我亲手把他救上来的。什么？你救了可人？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姚可人？当时我并不知道，由于他惊吓过度，精神恍惚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看他可怜，就把他留下了，直到他把孩子生下来。什么？还生了个孩子？对，是个女儿。我救他上来以后，就请大夫给他诊治。他当时已怀有3个月的身孕，孩子生了不久，就有人认出了他，说他是会唱京剧的小菊花。我就辗转打听到大江南剧团的地址，把小菊花给送了过去，交给了剧团。太好了，可人回到了剧团，大伙儿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可是，没过几年，又传来消息说，那个小菊花病死了。死了？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。谢谢您，老先生，这是点小意思，您请回吧。好好好。报上给我登个寻人启事，快去。是。你主动约我是为了合作建厂的事吧？我有我的压力，希望你能谅解。你可以没有压力，也可以不用替日本人卖力。你明白，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我向谁解释都是多余的。我今天约你来，是想你给我一些协助，让我回去交得了差。你干脆说，让你回去讨好日本人得了。你，于崇伟，你还记不记得艾雪被绑架的事情？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你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懦弱和畏缩，现在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。
你真是天生的奴性。你羞辱够了吗？今天跟合作无关的问题我不想回答。英伦集团根本没有考虑过和侵略者有任何的合作关系。是你的意思还是程先生的意思？这是全国同胞的意思。那程先生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为什么不当面回绝伤口呢？因为程先生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你别仗着你主子是海外侨领就在这胡言乱语，如果伤口发怒的话照抓不误。如果你希望伤口知道你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话，你就去汇报吧。你不在其中，你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，我身不由己啊。你身不由己？有人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做汉奸吗？好歹我保住了大发，我对得起余家的列祖列宗。不要给自己找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如果余家的列祖列宗地下有知的话，他们不会以你为荣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大发落在日本人手里，对国家民族会造成更大的伤害？那请问你在上任的期间做过什么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吗？你给日本人提供面粉，让他们有力气去打中国人，你这样做又算什么？不要说你是身不由己，只要你有心，不管你身处什么环境，在什么位置，你都可以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。不要给自己找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如果余家的列祖列宗地下有知的话，他们不会以你为荣的。不要说你是身不由己，只要你有心，不管你身处什么环境，在什么位置，你都可以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。总经理，车子备好了。哦，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晚些我自己回去吧。您找我啊？好，我问你，制面机的马达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坏了？机器这种东西用久了自然会有故障啊，很正常的事情。会不会是人为的？我检查过了，根据我的判断应该不是。我不相信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皇军需要粮食的时候，机器坏掉？我想肯定是有人在捣乱。你弟，给我好好的调查清楚。报告大佐，事情有轻重缓急，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赶快修好机器，不然就无法如期供应皇军10000包面粉。那你赶快去找人给我来修啊！机器是进口的，国内没人会修。如果找德国原厂技师的话，最快也要10天半个月。什么？要这么久？
你知道军粮不足，耽误作战是要被杀头的。这个我也没办法。你快想想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。有一个最快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快说。上海还有一家面粉厂叫大力。大力，他的实力绝对不亚于大方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是。备车备车。嗨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大力差点整死大方，也让他们尝尝被逼迫的滋味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们效劳皇军的机会来了啊！大佐请讲。皇军需要粮食，原本提供面粉的大发机器坏了，他们的余总经理说你们的实力雄厚，不足的面粉就由你们提供。是大发提议的。可恶，这是在玩我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不愿意吗？您误会了，为皇军效劳那是我们的荣幸。给我三天时间，我一定配合到位。哟西，你算识时务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快点，接好，别散了包。郭老板，大发想拖您下水，这不是白费心思吗？幸亏我有先见之明，我已经把设备转移走了。这剩下的一万多包面粉啊，我全都给他拉走，我看日本人怎么办。顾老板，你不是说需要三天时间吗？急什么？大佐，我不是怕您着急吗？我。混蛋，竟敢跟皇军作对！告诉我，这袋子里是面粉吗？没错，是面粉。这些面粉还不够应付皇军的，在机器没有修复之前，还要继续想办法，知道吗？嗯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些面粉难道又要赈灾啊？面粉不是大发的，是大力的。大力？早上我刚刚听到新闻说大力的老板被打死了，跟这个有关吗？也许吧。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艾雪有没有回来？